很好吃啊，这个叫什么饼？这叫薄饼。薄饼，对。薄饼。这全部都要面糊啊？面糊，这叫。这全部都要弄吗？都弄。哇。下午吃完饭了，没事，现在3点，差不多弄烙到4点多钟了。晚上愿意吃就吃，不愿意吃给他们有的带回家。可以啊。很好吃。这里面有什么？这里边就是水和鸡蛋。哦。有一点点盐，是不是有一点点咸？有，对。哎，对，盐。很好吃。但是有些是3分钟、5分钟。你那个饭盒，你装2张这个，好。